我是洛克，我是本本，我是基安。全台有很多知名的探险地点，二生两院更是知名的地点之一。今年3月13号，我跟本本、洛克、基安、摄影师阿赞去乐生探险，未经院方的同意，更在历史建筑里面点蜡烛，已经触犯了法律，希望网友们引以为戒。乐生建于日本时代，现在汉生病在台湾已经绝迹，因为具有医疗与人权的历史价值，被政府列为世界遗产潜力点之一。目前乐生两院已经着手开始修复，未来还将成立汉生病国家医疗人权园区，再邀请网友们一起来探索这段历史。我们诚挚的为这次误闯的行为致歉，